自然疗法心得分享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脑明跟脑悟。各位医师可能听了以后觉得好像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什么叫 brain fog？ 什么叫脑明？不是耳鸣而已吗？这个脑明是什么意思呢？像这一个患者哈，他10月5号这个月10月5号来，他他本身是说有癌症他也是有很多这个情绪的问题他就来做热疗。做热疗以后呢，他的这个尿本来酸碱值是8的第一根是热疗前的尿，第二根是热疗后的尿，第三根是这个热疗后的汗。你看他的这个尿液由8变成7，自由基本来没有排出来的，热疗后才排出来。结果呢，第二天他又来了，我说你今天要来要做什么？他说要做热疗。我想说昨天才做。我说那你今天昨天做完感觉怎么样？他说他本来他说这个人就是从小身体就很不好，他妈妈说你从小就体弱多病，你长大大概身体也不可能好，你医生也不用看了啦，你反正就是这样的啦。他说我也以为是这样，他说我去哪里听人家讲话都要带那个录音笔回来，要一直听，想到要听就听了不会理解，理解了以后呢又不会记忆。我说那你现在怎么样，做完有没有好一点？他说我忽然间整个人就清醒了。这样我觉得哇，好震撼哦，就患者这样亲口讲的，他整个人就清醒过来了。我觉得就是脑雾，你看他的这个 神经细胞里面酸碱值降低了，人比较清醒了，酸排掉，自由基排掉一些。他10月6号是这样，还是一样，8尿还是8，做完还是7，还是排不掉。他后来已经变成5了，我今天没有把它放出来。他到了10月8号，他这个尿做热疗之前是8，做热疗之后尿酸碱值还是8，酸还是排不出来，自由基还是排不出来，那怎么办？可是他的汗你看第三支汗有排自由基内，所以我们讲要多运动啊，要多排汗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说那你这样的话那你就去保健馆吸清吧，做完热疗就吸清。他最后倒数最右边第二支，你看他吸完清他的尿就变5.5了，酸就排掉了，自由基也排掉了，第六后面两次都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当时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这样看起来自由基酸都有排出来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？他说他从小到大胸口都好像有一个石头压住，刚刚一个小时前他觉得石头被拿开了。哇，我一听也是很震撼。我这种个案非常非常非常的多，不过那个时候都没有验酸碱值，没有验自由基，用嘴巴讲的，好像可信度不高，所以我就没有拿出来。有一个在越南经商的台商身上装了9个支架，做了8次心导管，每次心肌梗塞就放支架，他也是这样。他说他跟我分享说，他说吸得清以后那个心里面那个心上面压的那个石头就被搬开了。我怎么想象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无法理解什么意思。还有有一个就在中立的一个40多岁的人也是叫做主动脉剥离，主动脉剥离我们急诊也常看到不小心就挂的人就会死亡的。
后来他就及时哈、打开动脉，用那个体外循环哈、放了一只大水管在里面，好、压住哈、他说开完刀哈、是活是没错，就是心头的一颗石头就好像拿不开，一吸完就消掉了。哇，这种我看哈、不下好几十例啊。那今天我会把这个拿出来讲哈、就是说因为哈、这个有数据你知道吗？啊，没有数据的我讲话好像网络啊这样在放大炮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个案，我才敢拿出来跟大家讲讲看哈、后来我就好、双十节我也没在休息啊，一直帮这个患者在啊、在处理。你看他的这个10月5号6号7号8号9号到后面还有很多，我就暂时还没有给他说出来哈、你看他10月5号来的这个第一支、第二支、第三支，第一支就是做热疗之前的尿啊，第二支就做热疗以后的自由基，你看好红啊，好黑啊，最左边这一支有没有啊？汗也很多。那么10月6号你看自由基平常排不出来的，要靠这个热疗才排出来。那么第三次10月7号就很奇怪，我到现在为止搞不清楚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好像这个豆浆一样，或者是像那个什么东西啊、好像那个胶水一样糊糊的、这什么东西我到现在还搞不懂，因为我们没有送去化验，知道就是这样而已。好，那么第10月8号你看他尿、自己排了自由基了，可是最后面这两只、他就是吸了清以后的，我说那个好像石头拿开的这个这两只，它、就是很奇怪哈。但是10月9号就慢慢的，它到后来一直好、就酸一直在排了，这样有时候它来就是尿变成五都红红的哈、就变化比例没有那么大这样。还有这个顺便讲一下脑雾的哈、像刚才这个我在前面有讲过的哈、这个小孩子是想自杀嘛哈、这种很多，有时候就。像这些人哈，我记得有一次哈，有一个香港来的小朋友，他中文讲的不大好，哦，他就头坠过动很厉害，啊，就给他去保健馆体验的清以后呢，我问他小朋友现在怎么样，我看他脑波降很多嘛，结果呢，他说他指他的头，他说通了，这样，后来再做几个小时后回来，就是做脑波，几乎都异常脑波消失了。他问他有没有不舒服，因为他讲广东话嘛，他说更通了，这样大概就是这样。像这个小朋友也是，他就常常这样烦了、你的这个一个人、你的那个酸碱值很高、脑细胞就在喊救命，怎么睡觉根本就不能睡。所以为什么几乎100%的人哦，吸得清都会变成很好睡。那当然有一些人哈、吸得清是很嗨好几天的，那是脑波有另外的变化，我们另外再谈哈、像这个也是一样，前面有提过的脑雾也是这样，他就是主诉说我的脑好像毛玻璃，好像你开车，下雨天冷气不能开，那个都结一个雾水雾这样。这个感觉，这个就是脑雾，啊、这个就是脑雾。甚至哈、还有一些人脑鸣的，脑鸣的效果也是很快。我们如果说是脑鸣的话哈、就问他，看问病史，看是外耳还是中耳还是内耳。后来我就有时候跟他说，你就是脑鸣，他根本分不清左边右边。他听力都没有受损，就是脑细胞在喊救命，这种效果也很快，好、就是脑细胞在喊救命引起的这个声音，好、还有就是自律神经失调，这边也是有一个人脑雾雾的哈、他的视力不对焦，踩不到地，他来看，我说你来看什么呢？他说我来看自律神经失调，我就问他说是谁告诉你失调的、他说我自己想我应该是失调，他说我上网找了很多资料，他说我说你这样视力不对焦，那你是近视哦，他说不是，
我没有近视，我就看你看看看，我要调了好久才能看到你的脸，哎，好像调相机一样。他自己讲到哦，这个是我自己很深刻的经验。他脚踩不到地，那脚踩不到地是怎样？他说那个脚地明明是平的，他每个踩下去好像都落空这样。哎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我看他的尿哈、哦、是八九啊，八八八七点五都没有排掉。你看他这样，他是手脚不听使唤，哦，手脚不听使唤，手脚不听使唤。我说那你不就是走路吗？他说不是呢，有时候我想拿东西，啊、哦，想要去拿，那个手好像启动的好慢，然后要放东西好像，我说你中风啊，那不是，手好像不是自己的手，脚不是自己的脚，这个就是脑细胞太酸，神经传导异常。后来哈、哦，他来复诊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好一些啊？”我都不敢问病人有没有痊愈啊，啊，这种是不会好的病嘛，哈、哦，一般上讲，我怎么问痊愈？我说你好一点啊，他说基本上好了大概九成了，啊，九成。他说：“我说你应该继续啊，把它排到五啊。”他说：“不要不要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”这样，所以很多患者哈、哦，他觉得哎，剩下一点点还可以接受这样。我说：“那你做生酮饮食啊，哦。”嗯，不用啦，我觉得这样就好了。那你要去多吸清啊？不用啦，这样很多患者都是觉得好很多，可是他不知道危机还在后面。所以说啊，酸跟自由基的排哈、啊，老实说哈、啊，我讲到都有一点不好意思啦，好像你王清光医师什么都不会嘛，还要你医师干嘛？啊，是啊，我说我们医师会事业就是这样啊，以后医学中心。所有医生都不要看诊啦、啊、排第二线啦、啊、请一个排酸师排自由基师就好了嘛。那我们医师要干嘛？就一般的那个服务员就可以做了嘛齁、哦。啊，事实上是这样哦。服务员做不用，机器人就可以做了。好、哦、我正在目前在做一个机器人软体，以后我们很多医师会抢掉很多医师的工作，知道吗？叫医学中心只要摆几台机器人。先生你好，我来帮你排酸排自由基、哦、啊，排不好才去看搞 才去看第二线啊，会诊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医生都会失业了，要小心一点、哦、所以说大家要看这个轻分子医学啦、哦、好，今天就讲到这边，大家看下一集二氧化碳慢性中毒。